Hello，Hello，hello, 新浪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各位好朋友，欢迎收看我们本期节目，我是 DJ 麦麦麦同学。哇，最近呢，新浪麦克风刮什么风呢？单一风无聊，对不对？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最近刮的是混搭风。今天呢，刚好来了一些好朋友，他们自己所属的这个组合呢，完全就是一个庞大的团体，叫做 XO， 他们就是其中的六位的在中国发展的成员。欢迎 XOM， 欢迎。不要，喂，大家好，我们是 XOM。有气势。好，请坐，请坐。熟悉你们的朋友呢，已经看到了你们很多的成绩。那今天呢，同样在我们这个网络那一端，有很多呢，可能第一次认识你们的朋友。我们让大家好好的认识你们，每个人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好。大家好，我是 XOM 的队长 Chris。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Lay。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涛。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秀明。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鹿晗。大家好，我是 XOM 的成员陈。是，再次欢迎。那其实呢，我们这个 SOM 的里面有两位韩国成员，但是刚刚通过介绍呢，完全听不出谁到底是韩国人，应该是你吧？不是了，是秀敏和陈，是不是？那特别欢迎你们二位可以来到中国。谢谢。是，那这个出道之后呢，其实从一开始你们的 showcase 的期间，碟还没有出来，包括也有很多的一些音乐都没有曝光，到现在呢，已经完全有自己的一个迷你的专辑了，对不对？给大家来好好的推荐一下吧。我们这张专辑是我们第一张迷你专辑，然后呢是跟我们的兄弟组合，就是 XOK， 是使用就同样的歌曲，但是用不一样的语言去演绎这首一样的同样的歌曲，然后同样的舞蹈。对，因为我们是XO 一个12人的大组合，但是我们其实是现在目前是分开在两地不同一时间活动。那么我们是 XOM， 主要在中国内地活动，然后 XOK 呢，他们主要在韩国那边活动。对，我们这个专辑里面的歌曲一共有6首，然后第一是我们主打歌《妈妈》，是一首非常强劲有力的歌曲。然后呢，也有抒情慢歌，比方说《你的世界》，或者是说抒情中也略带韵律和节奏的那个《What Is Love》。是。而且还有极具洗脑功效的金湾又多了个多了个是不是？对，而且是比较偏向于舞曲的那首 Two Moons。 对，是，都挺不错的，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张专辑所有的歌曲。那从当时呢，这个在一直训练生的期间，到后来呢可以有自己的 showcase 的舞台，到现在呢取得了那么多成绩，然后呢也上了很多的通告，尤其是呢在这个中国，像我们的 XOM 在中国活动嘛，然后上过了一圈通告过后，然后呢你现在上节目会不会还很紧张？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因为上台之前都会紧张。真的吗？那你们现在舞台上表演的话还会紧张吗？上舞台表演的话应该不太会紧张。我觉得你这里面上舞台最不紧张的应该就是涛，因为呢我对涛呢也有特别的印象，我和涛呢都是山东人嘛，然后呢加上 showcase 的现场呢，就大家每一个人呢就很开心很兴奋，第一次在中国，然后就眼睛都瞪得特别圆，然后只有涛一个人就默默这样子，然后你知道甚至我说哎，他刚好站我旁边，然后呢趁你们在说话的时候我说涛你怎么了，然后呢他就默默回答我说我咬疼，你能听懂吗？听懂。涛可以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状况。是吗？对啊。就那次那个可能在韩国那次 showcase 之前，可能腰就是受过伤，然后还没有完全好，然后就到中国 showcase 那个时候，可能就开始就是发病，已经开始又开始疼，然后。你看又开始什么，大家听到了没有？就是那个请用长沙的那个表达来说疼应该怎么讲。疼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 XOM 的音乐，包括呢自己的生活的状态。你们当时当训练生的时候和现在变化应该很大，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比如说就心路历程，其实可以用小小的心路历程来形容的，觉得现在心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红了，觉得有点就不一样了，出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额头都抬45度的感觉，有没有？对，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是现在以后出道以后不是抬45度，是低45度。为什么？因为可能每次，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特别支持我们，每一次我们到哪儿都给我们最好的应援。对，所以我们可能我们刚刚出道嘛，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但是粉丝朋友这么支持我们，我觉得真的。那包括现在呢，也是在中国发展，然后呢和就是 XOK 你们的自己的另外一个孪生兄弟，然后呢也是分到两地了。那现在会不会也通过一些别的特别的方式跟他们保持联络？
其实我们和 K 呢还是有挺多见面机会的，比方说一旦有那些特殊的舞台，嗯，大的舞台，嗯，我们和 K 都一定会见面，然后是因为我看到了前段时间你的视频，就是回去的第一次的合体舞台，对对，哇，你们那个表演，我觉得我真的不是说因为你们来了我才讲，我觉得 M 比 K 在那场表演里面可能气势会更强一些，因为好像我们大家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一些 comeback show， 但是你们呢，就大家都很期待你们可以就是跟他们合体，然后呢，我会发现那一集呢 ，M 在里面表现特别特别的卖力，而且特别的。是不是就是自己要不要为自己鼓掌？但是我们大家都挺努力在跳，主要是我觉得还是合体的力量比较大了。对对对对对，嗨陈，你好。对，因为陈呢，我知道他的嗓音特别特别的好，他的声音呢，包括他的高音真的是非常的扎实。那包括呢，你和秀敏都是韩国的这个朋友，然后呢来到中国，还适应我们在中国的生活吗？아무래도아무이제는중국에처음에온게아니기때문에더적응을더잘하고있고요힘든점있으면은이렇게들이가장많이잘챙겨주고그래서힘든점은아직없는것같아요아무래도힘든점이굳이꼽자면아직언어가부족한것때문에이렇게말을잘못하는게그거빼고는다괜찮은것같아요那来到中国之后，我刚刚听面试的时候，我说那个秀敏好像变瘦了，而且跟我第一次就是我们 showcase 的时候见你，好像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不叫金包子嘛，大家管你金包子对不对？我一替他打抱不平，我就说他不胖啊，为什么叫包子？要是包子也是小笼包那种嘛。就这次看好又瘦了，是有故意让自己变瘦的，变成瘦包子，不是，对，是要变成饺子，对啊。那来到中国之后，在饮食方面有没有什么调整？对吧？중국활동하고한국활동하고중국에왔는데요한국에서는살이좀빠졌어요근데중국땅갈자마자밥을먹으니까바로살이다찌는거예요중국음식너무많이줘서너무적응해서큰일이에요那你在中国就是那么好吃的食物里面自己最喜欢吃什么火锅火锅那喜不喜欢吃什么海南鸡饭之类的翻译小姐，翻译小姐，叮叮叮。好，各位好朋友正在收看的是鲜辣麦克风。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请到了 XOM， 就在北京广播网可以呢在线收看，同时呢也可以多多来关注我们 XOM 在中国以及呢包括去韩国和任何一个地方和 K 队合体的一些精彩表现。接下来呢，就立刻进入今天的鲜辣大拷问。首先，我们鲜辣拷问第一题交给鹿晗，好不好？鹿晗呢，这个鲜辣要换个姿态，就不应该主持人，然后就这样。就鹿晗平时都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就是很乖乖巧巧，然后呢邻家小弟弟，然后呢就可爱卡哇伊萌。但是我觉得他内心应该是一个很 man 的人吧。鹿晗，请你说出你们在座的当中谁，就是谁比你 man？ 我最 man 吧。就是有点像被逼上梁山的感觉，对不对？Chris， 你知道吗？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节目里面呢，你经常表现出一个特别酷，然后呢特别端庄，特别沉稳大气。就是我有吗？就一来之后，整个场面就被你 hold 住，然后整个人都这样子，就时刻就感觉要拍那个沙龙照的感觉。那类他私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除了活泼可爱一面，他一般就是，因为队长跟他一起在一起四年多了嘛，对，所以对他挺了解的。比方说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就特别可能特别亲切那种感觉。然后呢，累了，我刚刚说了，其实他这个性格很适合做艺人。然后呢，经常私下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灵感上来了会进行一些创作啊什么的。对，我经常进行创作。那你今天心情好不好？我需要先问一下，因为以免心情不好再需要再。当然好。什么衣服啊、帽子飞过来什么的。特别好。那不要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创作。吉他小姐，请上场。哇。要不。唱普通朋友，然后小麦哥帮我唱。好，那我们就一起合作一首《普通朋友》。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想你早就说明白，我突然忘记歌词了，从谁的降落到深渊，这是爱，我愿意改。
重新再来一遍、oh, 我无法继续普通朋友，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等你说爱。你不要老让我自己唱，这是我的个人秀了，好，还是我的那个演唱会。不对，你要自己唱、啊。因为麦哥哥的声音特别好听，所以我特别想。要不要下次就给我写一首？哦，当然好了，好不好？好不好？对，好、啊。咱们可以就跨界什么 crossover 一个。好、啊，我可以帮你写个词。对，然后经纪人默默的就沉醉了。对，好的，那我们这个线上大口问的还有呢，进行涛的环节。涛，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之前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啊，就除了我们有那个一面之缘，以及呢有那个互动聊天那一次之后，然后呢，当时和后来我看到你的一些表现都不一样哎，就你之前就是一个涛啊而已啊，但是为什么后来就变成功夫潘大涛？你是什么时候变成熊猫的？具体什么时候变成熊猫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个功夫熊猫是粉丝给我取的一个名字啊，然后。就是然后粉丝们喜欢这么叫我的话，那我也 OK。 那再亲密一点的人呢？再亲密一点啊，就子涛了。还是子涛，就没有一些涛儿 VIP 的哦，涛儿，涛儿。那个保家姨，麻烦把我鸡皮疙瘩扫一扫。因为这个名字好像除了我奶奶以外，没有其他人叫我。真的吗？因为我做电台很久了，但是呢，确实我年龄也不大，跟你们应该都年长你们几岁。然后呢，我也是在北京，然后在北京台做节目，然后经常有一些活动通告，然后一年离山东很近，但是一年也回不了，也就一次或两次家。对，父母也在上班，所以那种心情、那种挂念，可能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我希望呢，就是。奶奶他们其实爷爷奶奶他们如果说身体能够一直健康的保持下去的话，就我就是我最大的希望。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坚持有没有就是让自己比如说觉得有没有想过放弃的时候？我觉得我干嘛就是我现在干嘛，有没有那种感觉？有。那有放弃的时候，但一直告诉自己，你如果放弃的话，你以前走过来的路就前功尽弃了。所以还是，然后会想念，想我的家人，想公司给我的机会，对，想我以后的路，所以就想一想这些东西，就会有给我很大的动力，让我继续一直往前走。那我觉得问问陈和秀敏两位，在这他们也是真正的漂泊的，对不对？就之前是你们在训练非常辛苦四位成员，那现在呢换成你们来到中国，你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想说我在干嘛，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그런생각은따로한적이없고요한국이나중국에서나노래할수있는곳은어디든지있으니까저는거기까지생각을하지않았어요天哪，那陈아저도그런생각은해본적은없는데역시시우민형과같이언어는다르지만음악하나로는다똑같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그런생각을해본적이없어요来进入今天的鲜辣表演教室。那我们今天这个表演教室呢是为 XOM 量身定做的。那 Chris 介绍一下你会什么？我就是那个我有一个 logo， 我自己的 logo 是一个龙，对，像比较就是西方化有翅膀的一个龙，对，所以说能力是可想而知是不错的。可以表演一下飞翔的感觉，好不好？好 ，Action， 这是演技吗？对啊，演技大 PK 啊！好，准备啊！2012XOM，Chris， 神龙在前，现在起飞。啊！有声势，对不对？陈，你在那个
MV 里面你的那个特异功能是什么？안돼기분이好，我们的表演课程现在开始进行表演的环节。好，走过场。表演课堂，表演 ，Go！ 鹿晗，你真的会放电，我知道。鹿对，要不要再试最后一次？一定要放电，要绷住我，一定要绷住我。来看这边，鲜辣表演教室，表演，开始。好的，谢谢。我觉得全很可爱，他自己是不是私下也是这种就特别害羞的一个人？为什么？他到底是干什么？我跟他一个房间嘛，对，他不会有什么害羞，挺。就挺放得开的，挺好玩的。放得开的，在那个房间挺放得开的。你在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能力？时间暂停。时间暂停，那好。接下来呢，进行的鲜辣表演课程呢，就是根据涛呢量身定做的静止游戏。静止呢三个字就是你我他。接下来呢，我和涛呢会进行对话，里面呢不能含带你我他。如果两个人呢谁先说出了你我他这三个字的话，就要接受惩罚。好，现在 Chris 跟我们说开始。啊，好。那好吧。对。一、二、三，开始。涛今天心情好吗？很好。多久没回山东了？很久。那在韩国的时候，就是和那队成员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玩的一些互动？很好。就是举个例子。很刺激。很刺激。那你和我说你了。不算了，三局两胜了，好不好？来，再来第二局。好，来，好，第二轮，一二三，开始。涛，在 K 队里面，涛最喜欢的人是谁？全喜欢。只能说一个。都一样。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别逼我。别逼谁。好了，打平了，好不好？好不好？今天就两人比较都不行。好，那接下来呢？秀敏，你在那个专辑里面的那个会的能力是什么？아저는이눈꽃모양의로고가있고네얼릴수있는능력을가지고있습니다那那个秀敏呢，在里面会的是那个就冷冻嘛，对不对？那你的表演课程是什么？题目是什么呢？秀敏的表演题目就是让他模拟表演一下，如果被关进冰箱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啊，我是包子，冷冻关联是冷冻馒头的表演课。好冷啊！我们不是让你讲冷笑话。我觉得秀敏很可爱，而且我看到秀敏你那个资料里面说喜欢就是那个女生嘛，对不对？就会有自己的喜欢，她喜欢的那个类型呢，就是那种可以给她安慰，然后一定要抱抱她的那种，对吗？对啊，为什么会喜欢就是一定要抱抱？是平时很少有人抱你，是不是？我天天抱。涛，你说什么？啊，제가너무차가운남자라서따뜻한걸좀받고싶어서涛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啊。对啊，算了，我就不说了。不，你一定要讲，真的，时间不多了，快讲，他到底怎么不冷？那个就是我们俩的房间，他在床上，对啊，然后我在我床上，是我们那个床其实距离不是很大，对。然后我一说，我问他你在干什么？对啊，他说笑嘻嘻呗，说笑哥哥很无聊。
然后有时候他问我涛某位，你涛你在干嘛？对，我说哦，信息没有，农务信息没有，很无聊，非常无聊。然后呢，有时候我们俩会互相跑到他床上，在那一个床抱，抱在一起。就是也不用就是。别想得太那个，就是就你知道我就是你知道我，因为就做主持人的思维会快一点，然后就会想到一些画面，然后是他的床多一些还是你的床多一些，旁边的人已经开始不是不是他听不懂了没关系，那一个星期应该有十次左右的，那没有，一个月一两次，每个月都会有那么一两次，好，每个月哦，好像还有泪，对，泪快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logo 是独角兽，然后对是可以治疗一些东西的，对，他的那个动作就是这个，教我们怎么做，哦，还有这样子，那个手还有这样，对，叫撩拨的感觉，对，对，是能够治疗一些生物的，一切生物。好，我们今天的鲜辣表演教室正式开课。那在今天呢，泪同学来到我们现场，他又是可以治愈别人，有治愈功能、治愈系的一个代表，那不得不让他呢好好治愈一下。刚好那时候做过我们节目嘛，那不妨我们两个就换角色，让他当一回 DJ 好不好？让麦同学呢变成了 XOM 的麦同学，对 XO 麦，哎，还蛮搭的。欢迎光临鲜辣麦克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泪。我们接一下场外的热线啊！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我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个 MV， 你知道吗？然后那个 MV 里面呢，哇塞，里面那个就是你知道，它里面那个每一个人就长得太好看了，我就心里就开始就你知道就怪怪的，你知道吗？我会想说他们每个人为什么长那么好看，同时他们又会唱歌又会跳舞，我觉得我这种盲目的崇拜，我觉得心里有问题，因为我平时不这样，我平时超级高啊。其实我觉得，你知道有个艺人叫 Chris 吗？啊，知道。我平时跟他一样。对，我们表情都是一样的，就是特别高傲，你知道，整个那个。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这方面的梦想的话，电话电话，对对对，如果你有这方面梦想的话，一定要朝着梦想努力。我在努力啊，我每天都在练歌啊。对，一定，因为机会一般都是给有准备的。我们就这样，你看我每天都会唱这样的歌，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公司也不选我。这个加油吧，继续努力吧，我觉得只要努力就会有成功的那一天。好，谢谢。哇，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鲜辣麦克风呢 ，DJ 麦同学和众多好朋友一起呢，分享了 XOM 的音乐世界，包括呢生活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其实呢，通过我们今天的一些小游戏啊、小互动啊，包括音乐的介绍，都是希望各位好朋友可以呢多多来关注我们这一支虽然很新，但是已经很火红、非常的有气势，而且呢非常努力的一支团体。那同时呢，包括在远在韩国的那六支，对不对？K 队呢，他们同样也很优秀努力，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给他们应援，多多的鼓励。那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看，在最后呢，让每一个人向大家说一句话吧。这次能够回到国内活动非常开心，然后跟大家有快一个月没有见面了，那么有很多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认识更多新的朋友，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各种喜欢我们的音乐，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能够去到各中国内的各地或者世界各地跟你们见面，谢谢你。对，真的很开心又回到中国，特别想念大家 ，I love you 。要说点不一样的，好，我对你真的就最看好你，就是你知道，就山东，就是你都会难免会偏袒一些。那个，因为我们队里面有两个韩国人，一个是陈，一个是秀敏嘛，然后他们其实来到中国这边真的很辛苦，然后语言，然后现在也在学，很累，然后练习也要跟我们一起练习，然后可能有时候会比我们跟我们一样会。甚至会比我们更想念那些他们的家人。然后我希望我们的歌迷呢，也能给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谢谢。好，谢谢。好，行。我爱你们。耶。我也爱你们。这没创意，来一起，没创意，没创意，没创意，再来一次。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完了我们会继续努力，展现更完美的舞台给大家看，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支持我们，谢谢。好。네항상팬여러분들이저 XOM을 지켜봐주셔서너무너무감사하고
저를 너무너무 사랑해주셔서 너무너무 감사하고 앞으로 앞으로 활동도 열심히 할 테니까 많이 지켜봐주세요. 와이니먼. 예, 谢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北京广播网以及呢我们的新浪微博，包括呢继续关注 XOM 的他们的官方的微博。接下来呢我们有会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我们再要预告一下我们的 My Home 爱心签名会呢要为你们来启动了，所以在这里呢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关注，包括 XOM 在接下来中国的这个签名会，麦同学也会为他们站台力挺他们，帮他们做这个活动，谢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了，谢谢。